为什么不排这个？这个应该很符合你比如说你们什么建筑学课程，不是吗？现在正在杨树浦一个发电站，这是一个旧的一个厂房，到那个江边，然后非常热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在这边看一下这个老房子的一个共生架构，然后这个建筑师也非常出名，叫刘宇阳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先参观一下。在共生架构这里盘旋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共生架构，但是你看后面那些植物，它长在这个楼上面，可能就是一种共生。我现在要去下一个目的地，叫做绿之丘，是由原作设计事务所做的。哇，我已经晒黑了，走吧。We're here， 我们到了绿之丘。我们要起飞我们的无人机了。找了一个没有警察的地方，哇，这全都是钓鱼。方便他在灯红酒绿里穿梭。
旁边人们在夜里见到他。